有一群妖人邪恶造谣说佛降甘露是化学物产生出来的。那么有两位世界著名的高僧，一位是世界佛教僧协会主席悟明长老，还有虚云大师的衣钵传人一招老和尚，他们两位就亲自动手清理了佛降甘露。当时主持老巨圣坐在法台上，是悟明长老在几丈远的地方自己清洗的衣钵。悟明长老会用化学物来冒充甘露作假骗人吗？如果悟明长老弄虚作假，他能大成就，在观音菩萨成道那天生死自由，至今已经十年了，肉身不坏吗？一招老和尚说，当时他见到甘露从空中降下来进入钵中，他也说假话骗人吗？降下群江玉烟一香扑鼻的半碗甘露，又是什么化学物的呢？难道是悟明长老倒进去的吗？他们都亲自一口一口的吃了，现在他们高僧们果然大成就了，这是你们这一群妖师邪人污蔑诽谤得了的吗？你们这些家伙诽谤佛教正法，天地难容，若不遭恶报的话，神灵无眼。我本人吃了一点甘露，功力超凡，有两位专业的大力士都提不起的金刚杵，我能轻轻提起八秒钟，你们这批假佛法邪士们哪一个提得起我提的杵呢？你们都是没有真佛法的凡夫，唯一只会讲空洞说假话骗供养，因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不收供养，挡了你们骗财骗色的路。你们恨啊，恨也没有用，恨也遮不到你们无道凡夫的仇，你们就是提不起我能提起的胜利金刚杵。严肃诚意的誓文，南无诸佛菩萨一切天龙八部护法，请你们明鉴，因我是报应，我的名字叫贡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戒心经说真谛，佛书首发印章的法会上，准备汇聚上供六支法水，是我亲自洗的法钵。当时陆东赞法王开出掌德和我三人在 Monterey Park 的三圣殿，请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主持法会。南无羌佛说他不主持这个法会，让我们自己主持，但是我们当时请到了装法水的法钵，拿到约16公里远的圣基寺。当天主持法会的最高圣德就是曾经预言圆寂时间分秒不差的陆东赞法王和拿杵上座上超26段的开初教尊。当时在法会现场的很多法师、活佛、居士们的面前，陆东赞法王修法把法钵敲响祈祷后交给我，我本人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用自来水把法钵清洗干净，没有掺杂，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化学药物或非化学药物或其他任何药物，没有丝毫弄虚作假，只用干净的自来水把铜法钵和透明的盖子清洗干净。这是所有在场的人看到我一个人在他们面前做的，没有任何人帮忙。这个法钵是用来装六支供养法水的，我们法会的录像是全程录像，中间没有间断过。等陆东赞法王和开初教尊把六支法水的仪轨送完后，让我去把法水倒进法钵中汇聚，我才走进法台前准备揭开钵盖时，突然通过透明的钵盖看到钵中出现了白色和其他颜色的甘露，我非常吃惊，盖子是盖住的，到现在还没有动过，为什么里面装了甘露？我赶紧顶礼再告诉大家，开初教尊看到说，哎呀真的啊，好多甘露啊。其实后来有好多人都说早都看到是从房顶丝状性的掉下穿入钵盖进去的，但这一点我没有看到。法会结束后，这个法钵没有还回三圣殿，而直接被圣基寺收藏，由专人法师保管，到现在将近8年了，没有请出来过。如果有虔诚功德心之人，
要来请看参拜这个钵，我们欢迎。如果有科学家、化学高手，有本事把你们的化学药物放在这个钵中，然后拿给我供稿，由我供稿，用干净的自来水清洗干净后，还能长出甘露来，那就证明我说假话骗大家了。我将遭受我下面所发誓的一切恶报。说心里话，没有想到的，明明是要拿来汇聚六支法水的钵，竟然里面装上甘露了。如果入东藏法王或开出教尊搞什么化学，或其他人搞什么化学，他们的座位比我离法钵的位置还要远。钵是我自己洗自己盖的，他们连边际都不沾，那有关的人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因为是我洗的钵，所以我今天就在当时降甘露的现场，现在已经修成这座燃灯古佛殿了，我就在这个地方对佛菩萨、对天地神灵上表文书发誓，如果我以上所说的是编造的假话，我全家死光，一个不剩，而且我一生穷困潦倒，尽遭恶报，没事变猪变狗，惨不忍睹，永无了期。如果我说的是真实不虚的，那些造谣和帮着传播迫害说这个甘露是假的，是化学药品造出来的，那些诽谤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法的人，一定遭我所发这个事的报应，全家死光，一个不剩，一生穷困潦倒，尽遭恶报，没事变猪变狗，惨不忍睹，永无了期。请大家不要怪我发这个毒誓，因为不发毒誓，那些破坏诽谤之人还以为我是弄虚作假。当然，我如果真的弄虚作假了，我活该遭到以上的报应。那些上当受骗、帮着破坏、造谣宣传的人，如果你们公开在网上忏悔了，那你们就不包括在被发誓惩罚的人里面，也就是说你们公开悔过了就不会有恶报，如果不忏悔，这必然应我的发誓而制造恶报。但是对我本人，只要我关于甘露的叙述是说的假话，我弄虚做过丝毫的假，就必须按我的发誓重重恶报于我，没有赦免。如果我以上的陈述是真实不虚的，我将吉祥昌盛，修成如来正法之果，福慧圆满，了生脱死，弟子虔诚宣言发誓如上。发誓人佛弟子贡嘎，2021年12月28日。我现在就把我发誓的这个誓言文书烧了，祈求佛菩萨和护法以因果实报应。